这么开心的脸了啊！妈妈看到那个谢老师啊，来看你，谢简老师来看你，那马上就认得啊！才来一天啊，才第一次见面，今天是第二次面，前面一看到谢老师就好像碰到老友一样，很高兴。你看妈妈笑成这个样子，比看到我弟弟还开心呢。哎，我可不要看我的，看我弟弟有没有开心呢、啊？哎，对。很感动，因为妈妈很久没有那么开心。嗯、对呀、啊，开心。哦，对不对？哦、对呀、啊。非常谢谢你。真的哈，猪猪哈，好可爱，所以他怎么一大早就这样子那么有笑容、对，因为他睡饱饱了。今天有比较好。今天真的很蛮苦的。你想坐起来哦。想哦，他想下床，然后给我表达出他想要下床。是是。我要给他打抗生素。好。这个是那个抗生素是。泌尿道感染。是是是。奶奶好开心哦，笑成这样。对呀、啊啊，好久没有看到他这样笑了。真、啊、好开心哦，开心。上次在那个有一个大美女的那个护理师啊，常常哎谢佩珍对不对？常常来逗他，每天都来逗他。那时候他才有笑容。后来都没有人来逗他，他就很久没有看到这种。好哦，不错。他跟谢老师真是有缘分呢，才见过一次面就这么。我们那个谢，我们那谢飞真是见你刮钢筋刮了好几次。哪里的？国泰的。还有得奖哎，优良护理人员。笑一笑，心情才会比较好，好不好？OK， 好。棒棒棒！喜欢听到什么，你知道？逛逛，早上人家眼睛好像半梦半醒，知道说，家妈妈吃药吃饱啊，我们要吃药啊，看你，哎，你怎么这放这么多水？这样很少，因为它很浓缩哎。真的，几颗。好，今天确实比较多，但是看你胃，因为我们昨天那个赖姐搞半天搞不进去。真的、妈妈，我们是吃药。来看看你的本事。很棒。你说，我记得我们那个胃药，你是在几个看护里面，你是最能干的。看看这次你。好。药来了哈。来看看。猪猪，请你喝。你没有先弄好别的东西啊？有。就这样。哎呀，好哦。好棒，今天要比较多。哎呀，他跟你真是有缘分呐 小心，还有最后两口没有了。你想要吃也没有了。哎呀，你看他多棒。真是勇敢。最后一口。好了 ，OK 了。哎呀，拌一拌，你看他多棒。哎呀。nice， 呛，你刚刚有点快，你刚刚那个速度在我看来是快的，对，因为我呀，有点快，深呼吸，有点太快，对不起，太困了，对不起。要是赖姐，我就要说她了；而是你，我就不敢说，因为你一下子，你一下子喂药都很有办法，所以我不敢说话。那个安全要第一，你讲对。你刚刚真的是，我刚刚觉得你刚刚是快的，但是让你吸一口气都没有。对，我觉得是。坐起来哈。可以让他坐。对，我们平常是给他放下来。来，我们再试一吃东西是。
小心点呢，小心点呢，慢慢来哦。高已经在慢慢，好，再吸一口。OK，你们两个真是合作无间，合作无间，哎呀，啊，第一名，哎，很好很好。但给他吃点味道。哎。